怎么？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你。哪儿来的？我问你哪儿来的？这个呢，是我的一个好姐妹送我的，刚好她的那个相好在我这儿。可惜呀，我这个好姐妹因为倒卖大烟被判了死罪，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救她。你这么行侠仗义的人，当然要救你的好姐妹了。只可惜呀，因为她的相好不听话，老是惹我不高兴。不就是一个臭鱼烂虾吗？救了你的好姐妹，说不定她就听话了。有道理。那我就考虑考虑。副市长不愧人称小诸葛呀，没有事情能逃过你的眼睛。没错，我就是要让山上那帮土匪绑了中心矿业这批自不量力的家伙，让他们知难而退，到时候副市长再出面力挽狂澜，就能够取战魁而代之，而我们鲁家矿业就能够独家取得探矿权，这样的结果岂不是各得所需，皆大欢喜啊。安藤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。哎，民国12年，暴徒雇的孙美瑶劫了一辆旅客列车，绑了一帮子外国人，就把当时山东省的督军田中玉给赶下台了。对，我就是要让他来个历史重演，而且保证比8年前更精彩。那既然这样，从今以后加代和剑南就是你的左右助手了，随时听候你的调遣，啊！哎，爸，让我们品尝大餐吧。啊，副市长，这河豚鱼啊，是日本料理中的极品，但是处理不当，有可能中毒身亡，会送掉性命，所以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。怎么样，副市长敢不敢试试？来，我敬你啊。你个贱货，臭婊子！你来干什么的？滚出去！让我滚！石亮，二爷我比不上这个怂货吗？撒什么酒疯？滚！我没有撒酒疯。石亮，你长得真俊，二爷我真喜欢你。来，让二爷我亲一下啊！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石榴，二爷我就喜欢你这个标记儿，二爷我今天要饶了你！你个老流氓！
你个老爷们欺负女人，按山上的规矩，你就应该碎尸万段。轮不到你小子教育老子，信不信？老子一拳打扁了你！你要是敢动他，我饶不了你。还没上船。 枪！你说，离青石山还有多远？现在已经到了现在门山的境界了，前面就会有杨虎卫的人前来接应了。站住！别动！你们什么人？家里人，家里人。家里什么人？哎呀，劈柴的、担水的。 和面的、做饭的，都是家里人来看老人来了。是长生吧？你他娘的现在才来，存心耍丢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不是怕人看见吗？所以等到半夜三更才出来。哪个是你外甥赵小峰啊？这个小峰杂技班的。 石榴的房间，看这个野男正在调戏石榴，我能看着不管吗？我就进来了，多大？他打我，还抢了我的枪啊！赶紧，毙了这小子，毙了他！杀我够了，你个王八蛋！哥，你搞错了，把枪放下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搞错了？二爷。 刚才那一巴掌打疼您了吧？哎，副长，你个老淫贼，喝两口猫尿就调戏我，还和人家告状？你他妈敢动石榴？没有，老子他妈今天废了，让你做太监！哎，别，住手！ 干什么？叫！他敢调戏石榴，住手！把刀放下，都放下！放下！姓韩的，滚出去！你们两个，把二当家的回屋去，给他备两碗醒酒汤，下去吧。 眼下都什么时候了？啊！咱们还怎么窝里斗？姓高的一来，山下的风头全变了。现在剿匪侦察队指不定哪天就打上了山，咱们不能这么窝里斗了。舅舅，我真有军官当卧底，我绝不饶了他。可是咱们现在山寨用人之急，这韩志鹏有一身功夫，我想把他留在身边。这个我管不了。 问大当家的吧，哥，给我说清楚，他怎么到你房间来的？啊？嗯，你就把他留下吧。嗯？什么？把他留下来吧。我还把他留到山。嗯。 我告诉你，那个姓韩的绝对不是个山寨，要把他留在山寨，一定是个祸害。但我告诉你，
如果让我发现他做的吃里扒外的事儿，你都救不了他的命，知道吗？谢谢哥，还是你最好。谁叫你？看意思，到天台山地界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怎么有人家啊？那估计是他们的临时住所，我过去看看。在这守着。有正事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？杨虎威是不是把货存你这儿了？上次的古董，这次的鸦片，都存这儿了。日本人这批货里边的鸦片可是钱帮主，大当家知不知道？大当家劫的是日本人，安青帮的货裹在里边，活该他们倒霉。咋？你们想出多少赎金？都在这上面写着呢，50根金条加上武器粮食，怎么也小至20万吧，价码可不低啊。行，成交。货换货，两头乱，赶紧送货吧。我这边通知山里的兄弟过来运东西，时间嘛，今天是初三，6天后，初九在这换货，咋样？咋了？你看我干啥？行啊，翠姑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你就做主了？哎呀，去！我做什么主？大当家有话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先拉到这儿，到时候给你们多少，他说了算。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和200公斤鸦片呢，仨瓜俩枣就算解决了，没门儿。杨虎威他也别太过分，龙爷日本人。那也不是好惹。龙爷咋？他也做不了大当家的主。龙爷？难道是？涛哥，怎么样？东西果然在这儿，咱们赶紧回去，跟大哥汇报。进来，进来。二当家的，看这么挂行吗？挂歪了，看不着啊。哎呀，我二当家，东西跟人都给你带来了。二当家的，没误事吧？我哥要的酒带了吗？嗨，你看啊，这都是10年以上的好酒啊。孝敬大当家的，哪敢含糊啊！摘帽子，卸货，把东西都拉这边，这边，卸货，来这边，这边，马都往那边卸。他是谁啊？这个叫赵小峰，是我外甥，是这个帮我做生意的。你过来。好。二当家的。哦。二当家的，你好，赵小峰，
我舅舅，做生意的。哎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？见过吗？这还有这个可能啊？因为你我给我舅舅有的时候做生意啊，什么的。当然，他们戏班人要不够了，偶尔我也会上台表演个节目，比如耍耳剑或者变魔术。耍剑是吧？耍剑。耍的还行。来人，拿剑！啊！哎，就我这个一样。在我这儿，我说了算。不是我知道，但是剑其实并不是这么耍。呀！哎，这是什么的？哎，来，你拿着吧。我。剑是你让我耍的，对吗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肯定在哪儿见过。你怎么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赵晓峰啊，我这赵晓峰，顺子的表哥。谁表哥？顺子。顺子，滚！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哎，能说句话吗？我是谁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我得罪你了，但是你不能这样。这个东西都已经，你看没有，一直跟着我。你看，来这儿。哎呀，顺子，你这样会害死你大表哥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。哥。误会。咱们别这样。怎么回事？杂技班的，我觉得有问题。这是误会，有问题就拉出去崩。拉出去崩！这位当家，我求你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放了我大表哥吧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。你们一家子在这搅和他妈什么？两位当家，他真的是我大表哥呀。去年他来我家串门。挣钱，我跟我爹吵架来着，他上来二话不说就给我两个巴掌。当然要给你俩巴掌，你怎么跟我就是说，我现在我也给你一巴掌。我从小到大，我爹娘都没动过我一根手，你凭啥打我呀？孝顺，舅懂吗？二位当家的，我这孙子从小娇生惯养惯了，说话没个轻重。哎，原谅。李长胜，你们家里的事儿滚到一边呗。在这搅和，都他妈把你们给撂了！是，滚！那个什么，谢谢二位啊，哥俩，都当了兵了，现在啊，没事吧你啊？对，有话待会儿再唠啊，干活去，干活。观察地形。是你跑来干嘛来了？你不要命了？大哥，李成，你怎么样？伤好了吗？好多了。你看谁来
那是底线了。你的作用很大呀。情报搞到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春雨一定会安然无事。相信我。那就好。我再给你一个任务。你说。从飞仙台到他们的后山有一条密道，这条密道是土匪的必经逃生之路。你把这个地形图给我搞到。一定搞到。绝对不能暴露身份。以后我跟你单线联系，好吗？行，那我走了，快走吧。哎，志峰，保重。我还用敬礼吗？哎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各位老大，钱省金开出的价钱按说是不低了，我跟他们定的是出酒换货，这换不换，换多少，你们给个数，反正东西不能老放在看守窝棚里，不安全。换，一定要换。咱这山上要是有了充足的粮食和武器，就他妈谁都不怕了。说的没错。咱们总不能一直跟山下这么僵着吧？既然他们已经让步了，那我们也得缓缓，是不是？嗯，翠姑，辛苦你了，下去休息吧。翠兰儿，这为了给你过寿，山上的东西可都折腾差不多了。你是不是得辛苦一趟，带着兄弟们把货给弄好？还是我去吧，二爷都一把年纪了。不过，机动队的那几个弟兄，我得临时调换一下。二爷您看，行吗？不行。怎么就不行？机动队是我的，别人少撒手。什么时候了？啊，什么你的我的？好吧，好吧。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，我老崔就亲自走一趟。二爷爽快。哎，山包子，李长生今天带着人进山门，哎，山门怎么没人报告啊？二爷。今儿是我带他们上山的，这都走了半宿了，兄弟们都人困马乏，哎，我就抄了个近道，带他们从后山落凤崖。啥玩意儿？你带他们走密道？二爷，二爷，甭动气，甭动气啊！今儿是您大寿的日子是不？没多大点事儿嘛，这都是自己人。再说了，这还有孙子在山上呢吗？李长生不敢乱来。密道。密道是山门的命脉，
你带他们走密道，这不等于把软肋给官军看吗？这俩人必须死。兰兰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可能我有点冒失了。怎么，出什么事了？到底什么情况？知道是谁，我来处理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胡闹！你这么一味的蛮干，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危险，还会给我们今后的任务造成意想不到的困难。是我欠缺考虑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这样吧，灵异大饭店有我的房间，你先住进去。我会通知鲁战魁派人保护你的安全。黑龙会现在已经盯上你了，安全第一。加代也是黑龙会的人？他应该是被老安藤拉进黑龙会的。安藤加代的亲生父亲中村教授是这个 T 计划的创始人。就在他的实验取得关键性突破的时候，忽然死于一场谋杀。在他死后不久，关东军的生物实验室就接管了他的实验成果，而且有迹象表明，当年中村的死与关东军窃取 T 计划的实验成果有关，所以安藤加代现在也许正在扮演一个既可怜又可恨的角色。可是这个加代正在被老安藤当说客拉拢高凌风。以我对高凌风的了解，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不会任人摆布。嗯，行了，你先回去收拾下，然后去灵异饭店。好。长生啊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往回走。得嘞，这就好。那个，你们几个一会儿拿绳子把一条胳膊拴起来，拴成一串。那拴成一串了，还怎么牵马呀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让你拴就拴。这里山高路险，再加上这月黑头的天儿，你掉进山间连尸首都找不着。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别他妈不知道好歹。来，马一会儿让弟兄们帮你们牵着。你吓死我了！你不开灯在我房间干嘛呀？明知故问，把雪浆交出来。雪浆？什么雪浆啊？那你去我的实验室干什么？谁去你实验室了？沈兰兰，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想动手啊？我知道你有这本事，你来呀。不过你听见这动静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，所以我在回来之前就跟警察局说过，有人要谋杀我。你有什么本事呢？你就尽管施展出来。但这里是中国，由不得你为所欲为。沈兰兰，你当你的记者，我做我的医生，你干什么总跟我过不去。
医生，说的也太好听了吧？你们日本人这些勾当，早就侮辱了医生这个行业。中国人不是这么好欺负的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你少废话，把血浆给我交出来。已经被我毁掉了，没有了。警察都来了，你还不赶紧走？我们在那儿。算你狠。你们已经来晚了，杀手已经走掉了。二爷有令，不能留活口。你放心，你家顺子呢，我会帮你照顾。谁让咱是朋友，是不是？赶紧上路吧。准备。等等。完蛋！别跟我抢。黑旋风吗？闭嘴！跟过去。不过还是没有你能打呀。闭嘴！过去跟人说声谢谢。谢谢。你们往回走，沿着路口左转，顺着山路一直走，路已经给你们扫干净了。赶紧走吧，好的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走，走，走，快快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谢谢，赶紧走吧。不好意思。都把头低一些。少爷，少爷，嗯，黑旋风好像走了。少爷，您没事吧？你们他妈是不是猪脑子啊？我带你们出来真是倒八辈子血霉了，真是。少爷，您别生气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猪脑子呀？那当然说人已经干掉了，都给我记住了啊。你们回去，谁要是敢胡说八道，老子把他脑袋给拧下来，听到没？听到，听到。把钱捡起来。放几枪啊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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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。下次再跟我突发事件，你就不能磨磨唧唧的，明白吗？要不然能让人家动手吗？我是不是自己早就动手了？害得我现在还欠人那么一大人情。
你都说了我一夜了，我知道了。玩你长记性，长记性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和山上谈的怎么样了？咱们的价码老身已经接受了，换货的日子定在了初九，满打满算还有四天时间，只要这期间高林峰没什么动作，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他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对了，高林峰的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他从小是个孤儿，父母双亡，离开凌云城少说也有20年了。20年？那他离开的时候也就只有8、9岁，差不多。哎，龙爷，您打听这个干什么？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他的身世，还有，这两天他到底在干嘛？好。事不宜迟，马上把交换的东西准备妥当，必须要在初九这一天完成交易。好。把那个放好了，龙飞回来的时候会吃的。行了，你下去。是夫人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窗棂啊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似那琴弦儿声啊，琴声儿轻，调儿动听，摇篮轻，摆动啊，娘的宝宝闭上眼睛，睡在那个不会伤害你，你不用害怕。我想问一下，刚刚你哼的那首儿歌。